万凤姐，你这是要干嘛去啊？给他送鞋子去。送鞋？鞋子刚做好就给人家送去啊？那是当然的了。我那天看到他的那双鞋啊，破的脚趾头都看到了，我又刚刚做好，第一时间给他送过去。那好吧，反正天色也不早了。哎，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？哎，不，我这事儿肯定自己去。哎呀，去吧去吧去吧，有架子气。哎，静明啊。哦，杰子好。哎，哎呀，静明啊，啊，你看你这，你看你这脚。静明啊，你现在已经是白塔寺的俗家弟子了啊！你看你这露着大脚趾头，你看你这破衣裳多不体面呐！本来挺精神的小伙子，哎呀，杰子，你想说什么呀？上裤头师傅那儿领一套新的啊！就说我说的，嗯嗯，这还能领新的呢？能啊！去去去，快去吧！嘿，好，谢谢杰子师傅。没事。你怎么出家了？对，我是出家了，这事儿你死心了吧？谁让你出家的？赶紧回去还俗！你还有完没完呢？哎，你这是没良心啊！我为了给你做鞋，把手指都给弄破了，你居然出家，你混蛋你！你看，哎呀，你快去还俗啊你！回去回去回去！听见没有？去去去去去，看什么看？回去回去回去！走了。仙子说了，寺有寺规，本寺不学邪枉，施主请回吧。好好念经。是。师父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从今以后要削发为尼。我想过了，我不想再看到那些臭男人，他们都是狼心狗肺。师父，出家是一件大事，你不要一时冲动。师父，我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杨万峰已经想好了，请你帮我削发为尼吧。世间道路千万条，修行佛门无限种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出家得道的。你六根不净，烦心未了，还是不要出家的好。哎哎，万凤姐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要是你不帮我剃度的话，那我只有死路一条。罪过罪过。师父，妙姐请师父答应就收杨万凤为徒吧。我答应你带发修行，如果你真想皈依我佛，到时候我再帮你剃度也不迟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师父，我会皈依我佛，绝不反悔。谢谢师父。